没有话讲哦，给彼此的对手掌声鼓励一下哦，都很精彩哦，一样持续加油哦，这个防守没话说，但是等一下还是要突破，把分数拿回来，甚至超前，请请大家。所以也提醒，如果有想要上洗手间或者是要移动的球迷朋友，也可以呢把握时间呢。我们在倒数三分钟之后呢，就会开始把灯光调暗，也提醒大家。